Hello， 我系你啊。今日讲下度尺，度尺我谂好少人唔识啊。现实上，好多人都有把拉尺啊，拉尺十月不快啊，买楼啊，租屋啊，买家私，或者系买啲家具啊。都要有一個尺寸，擺唔擺得落咧？會唔會太大？會唔會太細咧？咁啊，所以把卷尺、卷拉尺好常用呢、這個。而周圍都買得到嘅家居用品，咁十元八塊啊！特色咧，香港買到嘅拉尺特色咧，就係供應制都有，上邊係英制一二三四寸。下面是利米啊，一二十啊，咁啊，公仔並存，咁呢個唔需要多介紹。咁我咧係一個英制人啊，我由喺香港土生土長，自細學英制。咁啊，我如果係做裝修啊，自己屋企做啲家私咁咧，我習慣用英制。啊，譬如再買木板啊。都是講英制啊，四尺乘八尺，我用加拉尺啦，就全英制。我細個時候，唔好講太細個啊，就四十年前啊，我喺香港買到加拉尺咧，都是全英制嘅，可以買到啦，冇公制噶，一尺十二寸啊，呢個本就啦，我特色咧就係。仲要係雙面，雙面印刷。呢把尺咧喺香港、澳門或者中國大陸都買唔到。總之就我喺要喺美國亞馬遜買翻嚟，值百幾蚊啊！呢把拉尺，我好珍惜呢把拉尺。我實際做裝修啊。或者係兩個好唔會用電尺，一定係會要用呢個拉尺啊，係嘛？咁呢個拉尺又唔多介紹。咁正話講到買樓啊、租屋啊、買家私啊，買家私都仲可以用拉尺。譬如買樓，你成日用把拉尺，好麻煩啊！呢拉尺啦，咁大把，只不過最大量就係十六尺，一間屋最遠嘅距離，多數都會超過十六尺，所以超過十六。尺就好麻煩，咁當然有一啲去到三十尺嘅拉尺，但係嗰把拉尺就好大把、好重，咁所以啦，而家就有電子尺。而家個電子尺咧，已嘅產品已經好成熟啊！喺世界工廠中國出嘅電子尺咧，一百幾十蚊都會有，有啲仲好細把。我呢把已經係算大嘅，但係我。自認是專業級啊，所以我用的工具比較係精緻一啲、貴一啲。咁而家啲產品咧甚至一半好細一個打火機咁大。咁呢啲拉扯特色其實好易用啊。揾咗佢啦，射出一個紅點，佢測量個紅點，所以啲紅點就係測量點啦。咁我咪就即刻。有一個測出的結果，即刻多講，一尺一寸，三十二就十五，咁呢個係幾多咧？差唔多半寸咯。正話我講到我係英制人嚟，英制人咧就睇呢個以份數噶，唔會用小數，用小數好麻煩。少咗係，譬如0.975寸係幾多分咧？我唔識計，但係咧32/15，我一眼就睇到係半寸少啲。咁呢一種咧叫做精密電子尺，精密嘅意思咧喺嗰個量程範圍，無論遠近喺嗰個最大量程範圍，誤差大概係1mm。
有啲做到去 0.5mm， 其實 0.5mm 同 1mm 分別唔係太大，因為你想肉眼睇，肉眼睇睇不拉尺，你個誤差都可能唔似 0.5mm 或者 1mm 嚇。咁呢把尺，我正剛才介紹啦，呢把尺最大量程16尺。我成日掛住講英像，咁公尺幾多？5米。喂，呢把尺最大量程幾多？50米，十倍啊！但係重量咧，好三分一都唔得。啊咁啊，咁啦，把呢啲啊三啊普通1/5啊，最大量程去到上10米，唔係嗰個尺已經非常夠用，30米。如果係譬如睇狗。七哦，續集用啦，好少女有如果住尋嘅咁嘅，唔係開嗰個百貨，好少有30米咁長啊，30米去到160幾尺啊，嚇！因為跌咁點有咁多把剛才之尺啦？尋來講到呢一把咁，會最大量程5米，但係我有時會見到一啲我義工啊，我工。我退咗休啊！我依家冇做，咁咧又幫人去度尺，因為50米夠用次，咁咧都唔係太誇張啲。起碼我就一成出把二，大量程去到50米、50米喺即尺嚟。依班位因為個物物電最佢嚟講咧冇，而家係我揾唔到最勁。再如果有第50米把尺，依班。有用啦，都系过20米，仲唔系好咁？开始啦，咁呢排红牌工厂噶，其实系产品嚟，相同已经系波士呢个波士个呢个包购咗，你都睇到啊，品牌系波牌呢，系波士依我正话我问过，今日用个红点五十。似鳳點啊，要點啊？一個紅，佢一嚟翻紅點去量度，但係210米距離，一紅，你睇一個紅五，我諗冇乜近點，但有咁嘅能力人，呢把用下特色啦，就是、有一個咁勁槍，一隻嘅，就係喺呢度啦，喺呢度望佢，係一個窗口咧，呢、這個就睇到你測量嗰個紅點，好準確啊！準確到咩程度咧？就同我講過，誤差係 1mm， 其實呢把尺誤差係 0.5mm。我亞馬遜買翻嚟嘅時候，當時好抵用啊，大概係1000蚊左右。香港市場有噶，不過就係用咗 Bosch 嘅品牌，出價4000蚊。呢啲精密電子尺仲有冇啲？可以量到再遠啲嘅量程啦，有，但係已經基本上唔係民用範圍啊，係精密測量去到幾十萬嘅級數。咁如果我哋再去測遠啲嘅距離用咧，我哋仲有呢啲產品。呢種產品咧，其實咧當初發展咧係俾打高爾夫球用，高爾夫球好遠距離啊，雲華。咁咧，啲人係望球手咧，就用呢個測量咧，就評估嗰、那個個波嗰個有個洞係有幾遠，或者波度斜率啊，波度。OK， 我發咗個拋物線，咁啊就係用呢個呢種產品。而家呢種產品已經好成熟啦。初推出嘅時候啦，大概要。幾四五千蚊、6000蚊以上，依家呢個產品，淘寶兩個淘寶買翻嚟300蚊。咁啊，我呢個色咧，剛才話可以抽到好遠啦，咁可以去到幾遠啊？呢把250米啊，呢個1000米，1000米1公里啊。咁其實佢而家已經發展到啦，已經有3公里啊、5公里嘅產品，但係我唔需要咁遠，我1公里已經夠啦。咁當然啦，你去。測得遠啲又貴啲，呢個價值問題咁啦，
我正話講到呢種係叫精密點石，呢種咧其實唔算係精密，佢嘅誤差幾遠啊？譬如測一公里個誤差咧，大概係零點五米至一米，咁其實係測到一千米嘅範圍，誤差零點五米一米其實冇乜所謂啊。我哋最主要有個大概啊，譬如我跑一段距離去旅行，要上一個斜坡，下一段直路有幾遠咧？我認為就誤差一米半米分。咁咁使乜？仲有一個好有功能測速度。如果大家有車牌揸車都知道啊，唔係好怕警察用見到雷射槍。呢種就係雷射槍啦。我試過用呢、這個用呢個電子尺測速度，反應快到喺一秒之內已經顯示到個速度。個速度有準確性有幾多少？我自己做嗰個實驗，我有車啊，做個實驗，行速叫個朋友幫我測，準到咧誤差咧係每小時一公里至兩公里，好準確。所以咧，警察我嚟想抽你牌，扣咁三公里嗰個誤差咧，我覺得好公平，又貴嘅。我自己測過，我以後唔敢自己車。朋友，你譬如正義朋友用幾多個隱蔽雷鋒，根本唔知呢個射槍層，我一唔發外就發十成，我遠一公里之外已經喺我呢把槍同我依啊嘛度啊，大概一公里之外已經測到你速。香港兩把咧，咁點解呢兩把咧其實咁同？電子石話咧，功能相同就去旅啊。我有兩把，我有一個旅行用，譬如我。我朋友必定帶帶呢把槍去旅行用啊！我旅行好有用，係練啫，差好一把拉槍，好輕輕。好啦，今日嚟講，好啦，獨色嘅獨色，好一個好普通咁大，即係好長邊大，咁啊至少都理論。增加到一個度嘅知識啊！學識，如果有咩問題嘅，喺熒幕底下留言俾我。我哋下次再揾個有趣啲嘅話題。